廖家洋出身的二零七啊，以及东英协兵的局势，或者有密切的关联。只怕这势力即将自行伤害咯。我的目睭，我的目睭！伊无心失明，有人惹着惹袂起的人咯。但这也带来另一个难解，却又迪萨要面对的问题。不准你靠近易无心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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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从来无人敢威胁乌比龙君，无人可以。只有一种人能技术天地不容客，西人乌比龙君将伊的失败为快乐啦！呀哈！只是一切源头就在一开始的疑问，是谁将玉金刀送到中原？谁希望剑无剑回到东瀛？我原本以为是唐剑都派人将玉金刀送回，但是我也只一开始根本不知，我苏醒原本苏尊，也不知玉金刀的事情，我早就该想到，心底再不要操弄这一切。为什么我要这样做？你真正的目的？想利用我，不是，不只是利用我，你要利用我身上的另一项物件。啊，我真想知你的功法。信兵吧，小空。啊！就手一只手，要我无听人讲话就开刀。就玉京王中人要处理性命，啊！要有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？幕后黑手真正的身份，那无找到这项关键物，剑无剑，且有心之界。包括所有人容易死在这场乱局之中，究竟是何宝物令逼得两代阴阳宗命无相的梦，又引来一名幕后黑手技术技术？所以宝物两字只是现代阴阳师用来混淆外界视听的障眼法，其真正的本体是当年祖师爷费尽心力所打败一只大妖怪，妖怪，伊的化身埋伏在遥远的时空之中，无法卸查。但伊最后一个名字，你一定记忆犹深。第六天魔王，七点信长。我已将事情再度一起。为苗旗，金弓以旧改之。妖姬。